车。全国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飆股特快车》，我是孟松，带你轻松赚大钱。今天啊，指数啊又创了短期新高啊！我有小美，这个来来来，今天指数又创新高，是不是过来 key？ 我整理一下啦啊！顶礼拜这根本就无人敢买股票呢。老师，台股台一千几点，大跌一千多点，没有人要买股票哎。现在是全市场每个人都在做多哎。是啊，那外当做你的靠山啦，让我的标股来当你的靠山的，而且全部都是预告，不是每天我如果每天，我还再强调一遍了啊、如果没办法跟你预告，我怎么请问我怎么带你操作，对不对？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啦。啊，有没有标？今天台北股市是震荡哦，盘中是震荡哦，代表怎么样？涨多它要休息的。可是有没有股票它现在才要开始标的？一定有嘛，一定有嘛。我待会跟你讲未来要开始标的啦哈、这个是我前面跟你讲的股票。老师啊，给那跳口链又喷出了啦。哦，会喷的它自然会喷啦，我卖讲这啦，你唔知道我就卖讲啦哈，我讲你知啦，来，这你敢唔知？这你知啦哈，这是前一波，好、那最早第一波，来，我没有再跟你讲现，我前面赚多少钱，你前面跟我买的，你摊个闹呀，摊个皮皮抓，摊个底下什么给那个老师，股票在喷咖嘞，台股暴跌一千点，你的股票狂飙，啊，在前面是高利，在前面是利台，利台连六根涨停板，高利是飙到破世界纪录。欸、拜托的啦，哪有人股票大家都这样？我再强调一遍哦，我没有设飞镖买一头拉股票哦，我买什么股票全市场每个人都知道哦。我没赢帮告人家不知道，我不是在说我头前那晚涨这么多，我有叫你去追吗？我节目上直接公开说你不要去追，什么时候可以买？等他整理完，我在整理完的时候我跟你讲说可以买，我前一天预告隔天就开始飙了，刚好一直停板再狂飙，飙 13.5%，你说我有没有买，然后再喷出，我叫你不要再追了，我一定有说啦、隔天就大跌，那大跌下来说讲我要买，我节目上没有预告，没预告我退出市场啦，这样会当没啦，涨了阿妈上大气啦，今天继续气啊，虽然涨得不多啦、我也不用每一张一张翻啦，你说你要新的我给你新的，请问你说有没有火山爆发，请问有没有喷出？我想做你的靠山不？我的标股可不可以当你的靠山？看，跟我行情好歹问题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现在要买什么？有没有那个准备要喷出的？你说老师起这么多，我不知道要买什么，有没有现在就准备要喷出的？一定有嘛，在哪里？我很想告诉你啦，但是我必须要透过这个方式啦。哦、你要来，你不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了、反正我都是预告了、不是事后再诸葛亮那个没有用啦，这是12月29号，你可以去看我那一天的节目啦、我懒得放 BC 啊，神经病才放 BC 啊，我放 BC 啊，我可能会放 BC 啊， 我不用上节目录节目了，我每一天的节目都可以放 BC 啊，这是12月29号，你没有你你这把就发白，没看过这种节目啦。我不是每天测标就打吼，逢低买进诶，大捡便宜诶。12月29号，台北股市暴跌192点。前一天12月28号，台北股市暴跌155点。请问你告诉我，你看到连续两天暴跌300多点，你敢买股票吗？敢买股票绝对神经病啦。可是，请问你告诉我，之前我怎么告诉你的？台北股市暴跌千点之前，我跟你讲，股票不要多，手上有钱就是王。因为我把股票卖掉了、因为我连价差都获利落袋了。为什么手上有钱就是王？如果台北股市会暴跌一千点，如果你把股票卖掉，是不是手上有钱就是王？好，台北股市暴跌一千点之后，人气我取，大捡便宜。12月19号的节目，
12月29号公发布的节目，12月29号我的节目要大赚的，趁现在赶快来，人气我取大捡便宜。请问你告诉我，12月9号是不是最低点？对，你敢有看见这种节目啦？是神经病啦！哪有人这么准的啦？老师，你是不是作弊？你连大盘隔天要喷出了，你都知道？哎、欸，你看12月9号节目是这样子吗？跌1000多点的嘛，没有人敢买股票嘛。我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啊，哪有那么刚好的？可是我在这里有卖哦，而且我卖什么，我都有跟你讲哦。然后呢，是，哎，没人敢买股票，但每个人都会讲那个恐吓你。你看，包括说明年不会降，不考虑降息哦。老师，你没准啊，你讲好也 A 啦，我们走着瞧啦，看会不会跌破眼镜啦。请问你告诉我，央行无限量宽松，全世界有哪一个人预期得到？没有人预期得到啊。之后 FED 疯狂的升息，有人预测得到吗？没有人啊。现在呢？所以啊，我们走着瞧啊。我喜欢去讲那个哦，别人不知道，我喜欢预告，让你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不是说我的股票涨停板，我就一定要跟你讲，讲个大声响，我外股票涨停板，而且我的涨停板，我要让你一定要让你知道，怕你不知道，我不需要做这件事情啦。哎，我不是飞镖侠嘛，你去看一下，拜托一下好不好？为什么手股票不用做，手上有些什么？我波段股票我继续操作，我短线的我不做了，我前面怎么做的？前一天预告，隔天盘下拉到涨停板，两天跌了20%卖掉，换股操作，再连喷3天卖掉，大获全胜，再换股操作，连喷2只涨停板获利落袋卖掉，拍谁在盘喷6G 啦齁，再换股操作，连喷3天，结果2只涨停板卖掉，结果再换股，再喷出，再卖掉。还有老师，你赚这多怕死人啊。好，有人说我赚很少的啦。以上的短线操作没有一档卖在最高点，每一档都是卖掉继续飙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我波段的股票我已经既定了，已经确认了嘛，立台狂飙6根涨停板嘛，那高利呢从头喷到尾嘛。我们来看一下高利现在怎么样，我很少在讲的啦哦，哎，惊死人啦，那真的惊死人啦。好的股票，真的会喷的股票，你不用买一头拉股啦，你不要买一大堆哦，拜托拜托你不要买一大堆，你不要今天涨停板，明天又涨停板，后天又涨停板，全部不一样。领导回银行吗？哦，所以有时候我也觉得很困扰，我、哦、老师这明明很好，为什么你要把它卖掉？高利我就把它卖掉啦，后面这里我都没赚啦、啊、因为我找到更好的。我舍不得，我也会卖啊。我必须要强调一遍哦，你的资金只有一套，你不是几百支、几千支股票，你不是几亿在做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？更灵活，用有限的资源去创造无限的可能，不是每天在设飞镖。如果你每天要设飞镖，我的节目真的不适合你，你要去看设飞镖的节目。更积极更灵活，让你赚更多。我波段短线都会做、哦、永远市场永远不缺飞镖侠啦，只缺愿意讲真话的人啦。谁愿意讲真话？现在不是没人要说了吗？后来老师又跌很久，台北股市在涨，为什么他一直在跌啦？我跟你讲的时候在哪里？喷了6根涨停板，我跟你讲什么？我一定都讲在前面哦，我没有卖在最高点，我也跟你讲在前面哦，一样的道理哦。高利之前我就不讲了啦，我们最后一次讲10月26号。10月26号是哪一天？刚好它跌下来的波段最低点，它叫做无法无天。那有没有无法无天？你自己看就知道了。你都会要背了啦，已经落底，强有强喷的实力。好，有没有喷？
好，这我也不解释了啦，因为我已经把它卖掉，我也不用跟你解释为什么啦。那为什么它会飙，我也不用解释啦哈。你告诉我，它营收有没有创新高？你告诉我，哎，去年的一月份是1.86亿，到十二月公布了嘛，3亿，哦，多不到一倍啦哈，多大概多60%到70%啦，多大概60几%啦，成长60几%啦，要从1.8亿到3.12亿，3.13亿啊。我给你看一个东西哈，这是这两天刚公布的啦哈，这个是一月份2亿，这是现在6亿，6.68亿。有没有又比十一月还要多嘛？那这个是翻倍嘛？这个又翻倍嘛？所以他今年的营收跟获利全部都出来，营收获利还没出来嘛？营收已经出来了嘛？那我直接跟你讲，然后营收跟获利全部刷新挂牌历史新高啦。所以为什么我必须要把高利卖掉去买银邦？因为我如果高利没卖掉，我没办法买银邦。哦、我比他比更小嘛，可能我高利我也有，然后喷了我又有了，银邦我又有了，然后什么又有了，结果就一个月下来20几档股票、哦、一年下来200多档股票，十一月翻倍哦，那十二月翻倍哦，那我要跟你讲哦，为什么我持续看哦，我要持续操作，如果一月他再翻倍呢，如果二月它再翻倍咧，如果三月它再翻倍咧，如果四月它再翻倍咧，也就是说它会连续半年都翻倍，那会怎么样？这为什么我又把它买回来？为什么要叫你把它买的原因呢、啊？啊，那你说老师啊，这你已经说过啊，这人喷出啊，我不会这个、来，我给你不一样的。请问有没有喷出？请问有没有狂飙？会喷的他自然会喷啊、哦、啊我一定跟你说啦、哦、重点是你有来你都赚得到，对不对？ 我还是要强调一遍、哦、我常常在讲啦，这市场永远不缺飞镖侠啦，你走到哪里看到哪里通通都是飞镖侠啦，但是呢，你永远看不到那种愿意讲真话的啦。跌的时候每天在安慰你嘛，涨的时候每天跟你讲我的股票涨停板嘛。我告诉你，你看我这看几百波，我告诉你、欸，老师你都不做生意的、哦。有些话我不想讲的太明白啦。哦，我若要做生意，大家会变变叫啦。真正逐天变变叫啦，真正逐天变变叫，什么叫变变叫？你敢知？是要跟不要？你知道要跟不要是什么吗？要就是一个打十个。我讲很多话，很多人听不懂啊。来，什么叫讲真话？哎，12月29号，你会觉得很奇怪哦。12月29号。那我家多好诶啦，老师，你讲每当卖台积电，突然就跳出来个这个价格，只要敢买就是大赚，最佳买点。哎呀，卡多好，台积电都开心去啊！12月29号刚好是我叫你买股票的时候，人气我许大捡便宜，可以啊，多好诶！哎，你会觉得很奇怪哦。我现在会跟你讲，你不要去追了哈，因为他离，哎、欸，这不是台积电哈，台积电这拍谁哦？12月9号这一天有没有？我现在不会叫你去买台积电哦，一样的逻辑哦，他离波段高点也不过就是5%而已，我不知道你这个时候买它有什么意义啦哦，赚5%你就可以 hold 压吗？你怎么不去赚那个50%的，甚至未来会有1倍2倍的？所以我请你来拿。现在还有没有让未来会发疯的股票，未来会狂飙的股票？在这啦，
超级小钢炮来电索取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我现在不会叫你去买啦，我也建议你不要买，有高点你可以进，有高点你想卖都可以啦，好不好？老师啊，你又要开始黑台积电了，我就没你些问题啦。12月19号我说什么？我一定要明讲吗？12月19号我说什么？刚好卡度啊好诶，我根本理解问题哦，这是上个点嘛。老师就修准了吧？现在我叫你不要买了嘛，一样的道理啊。10月26号，高盛说台积电面临六大风险，你怎么不早说？早不说，晚不说，偏偏这个时候说好来。10月26号嘛，你看我12月16号说什么嘛？10月26号。世界冠军台积电当天370块哈，是370块哈，跌到非常超时，跌到370块，台积电跌到非常超时，已经有落底强喷的实力。请问你告诉我，在这个时间点，有人告诉你台积电会喷出吗？全市场只有一个人跟你讲会喷出啦，底价，然后涨到500块哦，来过来。不是就在这家吗？不是就在这家吗？暴跌了整个十二月份嘛，所以为什么我那个时候我也在卖股票啦，所以为什么我建议你把股票卖掉？我那时候也在卖股票，我说手上有钱就是王，台北股市就暴跌了一整个月，就暴跌了1000点，暴跌了1000点之后，我跟你讲，最佳买点只要敢买就是大赚。12月19号，我跟你讲，人气我取大捡便宜。请问你告诉我，老人家拄好去上贵点、上低点、上关点、上低点，是吗？你有看过这种节目吗？你有看过事先预告的吗？还是大家讲巴菲特买台积电，台积电未来会涨到哪里去哦？你不如卖讲，你讲300年后台积电会涨到3000块。你讲啊，你蛮鬼气吗？你去，有讲啊无讲同款吗？我跟你讲，即卖会当买无？即卖会当买无？即卖是买点，即卖是卖点，这唔这是重点啊，唔是即卖涨停板，你用外股票涨停板。我可以每天都告诉你，我股票涨停板，但是我不要。这我觉得，而且重点是哦，我叫你卖，问老师你怎么继续叫我卖？可是没有哎，全市场每个老师都说台积电很好哎，都说巴菲特短台积电哎，对，你要相信谁？对不对？问老师，我要相信你，还是要相信投信，还是要相信法人，还是要相信我们老师？哎，12月5号，我还是跟你讲还没涨完，他跟你讲还没涨完哦，后面一整个月通通都跌，一直跌不停。12月5号跟你讲还没涨完，跌到12月12号，12月12号又有外资跳出来跟你讲拉回就是买点，结果从12月12号跌到12月29号，12月29号就是我开始买股票的时候。好啊，为什么要买？为什么台积电会涨？很简单，好，所以你会发现哦，连公股也在买哦，有没有？台银大买，国安基金进场了，公股也在买股票，准备千亿银弹，他也不笨啊。所以为什么他要买股票？为什么我12月29号跟你讲说要买？你要领先法人嘛，你要领先外资嘛，你要领先国安基金嘛，就是台北股市崩盘，大家都不敢买股票的时候，你才去买嘛，没不对嘛。咱就讲台积电就好了啦，好，我不跟你模棱两可了啊。台积电很棒哦，它资本支出什么有的没有，鬼扯，但鬼扯那些都没有用啦。快要700块的台积电，我跟你讲不要买，跌要370块的台积电，我跟你讲它会喷出，涨到500多块的台积电，我跟你讲会赶快卖，跌了12月19号，我跟你讲最佳买点。现在呢，你告诉我，你现在要买吗？
我也不能说你不能买台积电，我也不能说台积电不好，可是我会建议你台积电有高点你要记得卖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真正在为你好的，因为我是在讲真话，我不是为了要做生意。台积电不要紧，你有台积电的你紧来找我，台积电未来会涨到哪里去？你要看这种节目太多了啦，其他我不想讲啦，因为老师啊，你讲来讲去嘛是银邦，银邦我是真的看好了，所以也没什么好解释的啦。我从一开始买这支股票，我就确定它非常好的啦。现在证明确实是这样子啦，它现在营收创历史新高，创挂牌历史新高，获利也准备要创挂牌历史新高啦。哦，我们等下公布就知道了啦，哦，有史以来没赚过这么多钱，这辈子从来没赚过这么多钱，好不容易让他赚这么多钱，你觉得就这样子而已吗？而且重点是他前面的营收成长从 7% 10% 到60几%, 70几%到80几%，到现在一倍 1.3 倍 1.67 倍，那我要告诉你不是11、12月这么简单，但是现在开始翻倍的，他后面从这开始后面半年天天每个月都翻倍，好，就也就是翻倍。那通常这种公司就是有倍数行情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我也不怕你知道。但是你说前面它有涨嘛，所以说它必须要经过整理一段时间，甩轿嘛，这个大家都知道嘛，这个我也不用解释嘛。那你说你要新的，我给你新的。我前两天一直在跟你讲的股票，它也喷出了。你如果都没有赚了，你如果都还没上车的啦，我请你来，一定要来，今天非来不可，超级小钢炮已经马上就要发动的潜力股，如果你还没上车，如果你还没大赚的，你也跟他说老师，台北股市最近涨这么多啦，有没有去这么多啦，看要怎么啦，我没上车要怎么，那我告诉你还有股票是接下来才正准备要接棒，才刚开始要喷出的，你就买这种股票就好了。已经马上就要发动的潜力股、潜力标股，我不是叫你去追什么股票，我们赚了多少钱了，你不一定要买，但是呢，那种准备要发动的股票，你就可以买了。你要赚的，快一点来，一起来赶进度。我老公这一波没赚到钱，前一波就不用再讲了啦，这一波好，是说这一波我没赚到怎么办，那你就要赶快来啊，快点来啊，我们一起来赶进度，我来帮你赶进度，为什么啊，就已经要马上要喷出了嘛，马上就要了嘛，你不用等，你不是不说等等三礼拜后再怎么喷出，那是马上就准备要喷出了，为什么马上要喷出去啊，今天已经有开始有新闻了啦，已经开始有消息了啦，2023年的黑马标的四大类要出，为什么会有这种新闻你知道吗？可能没太多时间讲了，我只能跟你讲说，反正这支股要喷出了，小心一旦开喷就是连续涨停板，今天电话拨得通通通送给你，来电索取，电话开通直接送给你，打电话进广告。金兔要动迎新春，188如意开运专案，让您红兔大展，福到财也到。财神专线02-851-3366，851-3366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，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
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欢迎到我家现场哦！你拿阿北探姐的瓜金来哦，超级小高啊，已经马上就要发动的潜力标股，不过我真正是没时间改水了哦，从后面真的有时间了哦，反正你来的对吧？哦，要赚的快点来，一起来赶进度，已经马上要发动了超级潜力股，我们一起来大赚超级小钢炮，小心一旦开喷就是连续涨停板，今天只要电话拨得通。来电索取，你什么都不用想，你电话卡来就对了，哦，直接送给各位打电话，就可以找到你，每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